那再来是它有影像模式，那有分成标准、鲜明。鲜明这时候拿来看一些照片啊 ,4K 的动画都还不错。然后再来是运动。再来是剧院。剧院就会比较像刚刚那个低蓝光效果一般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 ISF Day。然后再来是 ISF Night。有分日夜两种 ，day 跟 night 就是很多人家里的电视都是摆在客厅，电视摆在客厅就会受到环境光源的影响。那环境光像白天，那环境光就会比较亮，那夜晚当然就比较暗嘛。如果说你的电视啊没有让它自动调光的话，或者是没有这种快捷一键设定，那你在白天夜晚看同一支影片的效果就会有差异。这个是 BenQ 的四种电视的模式。